MV 都超级好看，而且他现在的最新的这一首是才两个月前才刚出来的 MV 而已，两个月前是他的那个上一张，对，上一张2000万点阅率的那一首歌。现在知道我要邀请谁吗？很棒，好险不是跟我讲 NONO。 来，用你们最热情的尖叫声，我们来欢迎草爷，好不好？欢迎这首兄弟，你听我说，欢迎草爷。台北朋友大家好，好，这位有没有听过？Thank you.
要听，听什么歌？掌声鼓励！草爷，草爷，哎，我是你的小粉丝，韩大哥是不是？韩老板这里，韩老板，对对。点开 YouTuber 百万就是他本人草爷，没错。下一首歌曲非常的红，来大声的喊出歌名，让我听看看你们有多喜欢草爷。下一首歌曲歌名叫什么？帅，喜欢你，草爷亲亲。你不可以这样自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听我说完，就换兄弟。兄弟你说。哎，这首歌很厉害耶，草爷。草爷，我想问个问题，你是故意每一首歌名都要有个说字吗？一开始是这样设定。一开始，所以以后会有姐妹你说吗？姐妹你说有人唱啊。有人唱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有唱。真的，我比较注意你而已啊。我想听你唱，姐妹你说。来，那我们今天呢，非常的。全部都挤过来了，对对，正头的人都不顾正头，都在这边看你了。对，来大家兄弟啊，一起来拜托一下哦，对，还是麻烦大家，哎，让一下通道，让我们正头可以顺利的通过喽。是的，那今天呢，非常的有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草爷，看到本尊真的比电视上面还要帅，是真的，帅很多很多。YouTuber 网红草爷带来他的两首红遍海外，大家都知道这首歌了，已经快要红遍全世界了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任何一个国家，没有人没听过。没错，所以呢，大家要多多支持。那草爷再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YouTuber 的频道叫什么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。我的 YouTube 频道叫做韩修草，还有韩老板，然后 IG 也叫韩修草。所以你们等一下，如果说有拍到我现实动态，都可以标记我，然后我都会反标你们。韩修草日记的频道也差不多要破百万了，所以也拜托大家订阅起来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一定会很快就破了。对，所以大家敬请期待我们草爷的最新的作品。这首歌曲叫做《你听我说》，接下来我们草爷要带来这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《香蜜瓜》。兄弟，你说。来，我们掌声来欢迎草爷。欢迎。好了，等一下会唱的，一起唱啊，好不好？左右两侧的通道，麻烦帮我们管制一下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的中间的通道可以顺其来，来给朱华家来拜拜，让我们左右两侧大家好过路哦，感谢大家。看着手上的时间，慢慢的夕阳下，总说出心底的话。回首经历了这些，我就不后悔认识你。是否还能将你一生兄弟？假如你还有，转身回头看看我，这条路上还有兄弟陪伴你走。说
记得我们说的不会走散。无边的月亮，无边的河岸。右边的朋友，手借我们曹燕。走遍整个的人生路，再不回去我们高峰背负。如果你累了，指定是你退出。一起来。还要再大声一点，这边都没有声音了。来这边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哎，睡啊！给我听一下全场的尖叫声，好不好？哎，这边还是有点小声哦，再一次哦。全场的尖叫声。曹爷，你说是不是因为这边都是女生，你一直要听到女生的尖叫声？被发现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那你要不要顾及一下我们？我们那边摇滚区的，好，来，那么这边一下，我们两侧麻烦退到工作人员指挥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让我们的车子还有我们的阵头，现在已经晚上了哦，陆陆续续的阵头会进来到我们的主坛这边，所以麻烦大家退一下，拜托拜托。对，草原的魅力真的太大了，每个人都忘记用自己的工作。是的，那个戴绿色帽子、戴穿绿色衣服。